run actually several months ago, and today we'll begin announcing the winners for that particular campaign. And also three of our lovely ladies and ambassador for this campaign will be joining us here today to share a little bit about how Harder Level has actually helped them.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also want to give a big shout out to Harder Level. That's it, no. But after cleansing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helps to prepare the skin to receive the full benefit of the next skincare regime that follows. Now, it contains four types of hyaluronic acid. Oh, see, hyaluronic acid. Actually, I also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but it says here, it has different molecule size, which is helpful to hydrate skin layer by layer, from the outer to the innermost layer of the skin, to provide skin with instant and long-lasting hydration for softer, smoother, and more bouncy skin. Now, Harder Labo is co-developed by Mentholatum Company and Roto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 Japan. It all began in Roto's research village in Kyoto. Now, employing the latest technology know-hows and adhering to strict goods manufacturing practice standards for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to give you a skincare product with high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kay. 是有麦吗？好，我们把麦给这位我们三位美女，然后哇，三位女神哦，哎呦，哎，没关系，我来拿了哈，没关系，没人得空哈，没关系。Hello， is the mic open already？ 好，没关系。他根本就想要把我们变成那个样子。对，我根本没有，不会。没有，还要给 media 有些东西写嘛，对不对？哎呀，如果 media 没东西写，好了，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三位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啊，有在马来西亚拍摄，在新加坡呢有去到国外拍摄的。那最重要的，跟我们讲一下，其实这个哈拉拉伯的怎样帮到你这个。 美肌肤呢？刚刚有个美肌肤。我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保湿帮助太大了，因为我觉得保养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步骤，除了清洁之外，接下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湿。然后我觉得保湿的工作做得好，其他问题就会相对减少。真的，就是说你就不太那么容易因为皮肤过干而变得出油过度，出油过度你就会造成有那些可能黑头啊、粉刺啊、可能暗疮啊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然后你拍戏的时候，常常因为补妆再补妆，所以如果你保湿做得不好，它又长痘痘了之后，你再开始一直在去遮那的话，那皮肤的状况通常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用到我的人说，你出来分享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就是很虚心虚的感觉。所以其实我用了哈达拉伯之后，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的有信心，想要跟人家分享这个东西。像刚才就有说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一直觉得保湿就好像我们日常生活的喝水一样，它是我们最基本一个应该。 做的事情，就不管你今天是吃多少的保养品啊、保健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说每一天一定要喝八杯水。是，就好像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固定的保湿，那你才会让你的皮肤的底子更加的强。那你其实你的皮肤底子好的话，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这一次自己亲身经历，就是因为我在北京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是我以前每一次去北京，然后每一次人家都会跟我说，哎，为什么你皮肤那么干？然后我每一次的回答都是说呢。 可能是因为我们那边的护肤品来到这边不适应吧，我常常会说这句话，因为我没有办法怎么去弄，就是令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光彩。可是这一次呢，很多人看到我都跟我说，哎，你的皮肤怎么保养？为什么可以保养的那么好，那么的透亮？而且呢，我觉得最开心的晚上就是不卸妆了，还可以。怎么可能？一定要卸妆。对，真的，我就觉得那个底子特别的好，而且呢，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更加能够素颜。 你跟人能够素颜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减少很多就是化妆。真的，你敢素颜出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对啊，他们三位现在也是素颜啊。啊，看出来了吗？就是我在用多久的奶纸，就是保湿的。OK， 因为我以前不太注重美白，我很喜欢自然色的小麦肌肤。可是当我在台湾发展的时候，因为台湾女生很注重美白，她们都非常白。然后跟她们在一起，我就变成小黑，小黑，小黑，黑人嘛。 小黑人，然后公司就叫我你不能再晒黑了，我叫我注重美白，所以我就开始用蓝色的那一支美白加保湿，因为如果其他的美白产品如果选不好的话，会让肌肤更干燥。可是哈达拉伯这一瓶它就是美白加保湿，同时后做，所以就其实因为我在台东拍戏晒了4个月，如果没有用那一支的话，我现在应该是一起跟印度同胞一起庆祝迪巴巴。那我说的。
做一个总结好了，就是说如果你用过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有经历过 Debbie 的经验，所以今天有特价就今天购买。如果你还没用过的话，那真的这个产品我自己也用了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适用于怎么说呢，它也可以帮助后面其他产品的一些吸收，所以你们绝对今天要买来试一下这样。好了，谢谢我们这三位的业主。